次啊，我抢到的是出口订单，区别于国内市场通货，过欧盟标准，超严格的欧盟标准。这个玩具真的是太哇塞了，我太喜欢了。不仅仅是一个戏水玩具，它还可以在家里面的门上或者是冰箱上，还有你家里面如果有这种大玻璃的落地窗，也可以在上面边玩边看风景，超级美。